我是吉吉呀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是一个湖景泳池别墅，但是呢，这个湖景泳池别墅那是真的比较丑。为什么要介绍？就是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地方比较好，它的报价还是相对比较低的。老规矩，最后说价格，不准快进哦，快进不告诉你价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的街景，它周围其实有很多现在把老房子推倒然后又盖的豪宅。那它的位置呢，就是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周围都是高尔夫球场，这个房子后面是湖景，湖旁边是高尔夫球场，非常的隐秘。它离中国城也比较近，你看这两个蓝色的圈圈就是中国城和这个房子的距离，旁边的这个圈圈呢就是医学中心，所以你看它到哪个地方都非常的方便，到中国城也就是十几分钟就到了，位置绝佳。那它的房龄就是有点老的了，是1990年的房子，面积非常大，5200多尺。我们现在要走进这个房子，你看我从现在的门口要走到它的房子的大门，基本上要走个30-40秒。您现在看到我们介绍的所有新房子，哪有这么宽的前院？因为这个房子占地很大，有22000多尺的占地面积。穿过它的客厅，我们最重点的就是看这个房子的院子。我介绍它也真的是因为它的位置，还有它的漂亮后院，后面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小湖，然后泳池在湖的旁边的对面就是高尔夫球场，隐秘性特别好，跟邻居两边离得也超级的远，全部都是植被把你包围出来，就好像就是在一个森林里一样。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个顶尖位置，这就是这个房子最大的特点了。那它这个泳池呢也是比较大的，维护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，院子也做得很好，草非常的少，也没啥树，就是你看到的树吧你基本上都不需要管，那这点就非常好。它旁边围了一个小院，然后有一点草，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喝个茶什么的，很漂亮，很静谧。这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觉得介绍它的原因，然后旁边这个树下放了几个小凳子啊，在这儿看看景观，哎，享受一下静谧的夏日时光也是很不错的啦。当然休斯顿的夏天是挺热的，我们这边一般有3个月就非常的热，因为就像国内的广东深圳一样，但是我们这边又没有广东深圳那么潮湿，这边还不是很潮湿的，那就是很热的时候你肯定不愿意在院子里啦。其他的8个月啊，3+8=几啊？等于11，其他的9个月就是还是不错的哈。然后我们现在进来之后就是有一个客厅，整体的话它的户型还可以。1990年的时候我刚出生没多久，然后人家就住上这样的房子了，是不是很奇特？谁能想到30多年后我能卖这个房龄的房子呢？它的这个地板就现在来看是比较丑的，完全应该全部给它重新做一下。那这个房子就你必须是装修一下才能住进来的，要不然这个年代感太明显了。看这个冰箱，我都没见过这么古老的冰箱，就是90年代的风格就完全保留在这儿了，就在这里面看，就是拍一个90年代的电影就行，成长的烦恼就感觉他们就住在里面。你看这个墙这边有一个壁炉，然后把这个客厅隔成了两段，这是为什么我就不明白，就不能给它打通吗？就我现在脑子里有一个蓝图，就是给这房子装修一下，把这个壁炉先给它打个通，一个大客厅，弄一推拉门，旁边是这个厨房，多好啊！镶嵌式冰箱，但是你个年代感满满呀。炉灶在中间不太适合中国人做饭，如果再重新装修的话，这个炉灶还是放在旁边比较好，抽油烟机的吸力会挺大的。从这个厨房走过来，然后又到看到这个客厅，哎呀，看到这个壁炉，我就好想给它砸掉呀，给它通开多好，对吧？装一推拉门，一打开门就看到外面景观，然后一进来这边是一个主卧，看出去外面的景观也很漂亮。但是它这个窗户呢是一个单层窗户，其实还是需要把它做成双层窗户的，隔温隔热效果会比较好。然后再往里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，这边一个洗手槽，然后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洗手槽，洗手间是有简单翻新过的，但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比较好的标准当中。这边是其中一个衣帽间，然后再往外面看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衣帽间啊，你看这边，哎呀，然后马桶间，这个装修就不予置评了哈，就是完全是真的得翻新了，不然的话对不起这个价格。我真的好想说一下这个房子多少钱呀，
哎，这个房子其实129万，对，就是这样的，129万，它这个位置就比较贵，房龄真的是挺旧的，不装修的话，这个房子好难哦，就这啥呀，这怎么还来一门洞是吧？全部打通多好，这边是早餐厅，再往里边走就是，洗衣房。这些空间都完全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在这边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，简单的翻新了一下，但是这个，这个位置上不是很好看，哎，这个厨房你看黑不拉几的，这就完全不是现在的一个审美标准了哈。但是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，人家就住上这样的房子了，而我当时好像还跟我爸妈住在筒子楼里吧，我都忘了我小时候住哪儿了。往上楼上走，地毯有点脏。然后它台阶比较多，这边下一个台阶就去到了一个活动室的位置，上面还有两个天窗，这些地方就还好吧。然后再往上走，这个地方又有另外一个活动室，要这么多活动室干啥？就感觉为了凑齐5200尺，这个房子也是费尽心思啊，这些就是凑数的面积吗？然后再往前走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活动室啊，摆了一排镜子，估计以前做了健身房。这个地面这个颜色呀，就90年代风格吧，老的不行了。往前走啊，是一个套间，门口是洗手间，然后在旁边就是一个卧室的一个构造。每个卧室的面积都是比较大的，比较老的房子就比较实在哈，卧室的面积完全不藏着掖着的。那现在的新房子的构造就会把公共区域做的会比较大，比如客厅啊特别的敞亮，还特别的大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卧室，它每个卧室都能放进去1.8米的床。这个卧室和旁边的卧室会共用一个洗手间，但是这个颜色啊跳动的，我感觉马上就要放一个老年 disco 了。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洗手间，再走过来就是另外一个卧室，两个卧室合并的洗手间。这个房子129万，它主要就是贵在这个位置，还有占地，还有这个后院比较好的景观上面了。你喜欢这样的位置的房子吗？欢迎联系 Gigi 休斯顿地产团队，我是 Gigi， G7 就介绍在这里啦，拜了个拜。